70盘破棍，临危地逢四杀，腰驼背曲阵中亡。我惊呢个系攞你条命嘅个个劫啊！你争我哋嘅钱几时还啊？呢个月嘅数咧？佢请我哋嚟帮佢收啲数，如果唔俾又点啊？咁放唔走咯。你走，别叫！那些钱的事情暂时不要管。你是收债的，你不是收小孩子的。想办法捉个细路。一定要等到事情发生才会讲的咩？同你做兄弟咁耐，你心谂咩？我知道咗啦。干爹，我查。我唔中意人哋理我嘅家事。如果硬哥汪喺度左头左势，你一齐搞掂埋佢。我请你回去喝茶，跟我回差馆聊聊天咧。